红凤梨与女友欧拉在今年2月宣布完成结婚登记，收获大批网友祝福。两人也不时透过社群分享有趣又甜蜜的婚后生活。欧拉先前曾爆料，老公看到蟑螂吓得大叫。日前凤梨也po出了老婆帮忙抓蟑螂的影片，只见欧拉一派轻松的笑着走向蟑螂所在的位置，接着直接徒手盖住蟑螂。期间蟑螂差点就要逃脱，让凤梨被吓得脱口飙国骂。欧拉抓起蟑螂后还做事要丢到凤梨身上，让他大声警告对方不要这样，真的好恶心。最后欧拉将蟑螂丢进马桶冲掉。帮我俩嘎抓啦！凤梨在文中抱怨，欧拉还想拿蟑螂丢他，决定明天一早就去户政离婚。影片迎来不少网友赞叹，欧拉超强，怎么敢徒手抓？真的是偶像啊！期待下次欧拉进街道直接徒手拍死蟑螂。哦，哎，慢走。